推荐了这么多首黄丽玲的歌曲呢，又让我重新认识黄丽玲一次哈、啊。所以呢，把那些很经典的歌曲，我觉得也很好听的歌曲，以前没有唱过、没有学过的歌曲，现在一次通通把它 KO 放到我的YouTube 上面去哈、啊。真的非常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谢谢那位网友哈、啊。每次唱一首他推荐的歌，我就会谢他一次，真的非常的谢谢他哈、啊。最近呢这两天呢喉咙有一点点的沙哑沙哑哈。我要把握这个时间上唱几首歌起来，把它放到我的 YouTube 上面去，因为我的声音这样的感觉比较少，所以呢不是感冒所以可以唱歌、哦、因为如果感冒的话，我的声音就是会喉咙就会很痛很不舒服。我这两天可能是晚睡，前阵子玩得太过火了哈，所以有点晚睡。第二个可能有吃到一点点辣的东西，第三个可能有吃到一点点的像比较燥的东西，像麻油啊像姜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呢就是一点点的沙哑，一点点沙哑。过几天睡好一点点那就好了哈。
啊，今天趁着这个时候呢，来把这首歌录起来，跟我们来分享哈。这首歌呢是陈美惠的第697首不同的歌曲哈。陈美惠唱的是女生的 GM 紧急号。这首歌呢，我有降低的 key， 我有降低的 key， 今天的喉咙比较没有那么的壮壮，可以唱那么的高，所以我就降低的 key。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呢，降低的 key 起来也很好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本来的 key 好像是 A 调哈。哎呀，就是起来就在高音上面飘，上面飘，就觉得有点黏糊，有点硬硬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干脆就把降降的调 ，G M 紧急号哈，就恰恰的来跟朋友们分享哈。还有呢，感恩的订阅者呢，一路以来的支持，您的支持会持续的加油哈，啊，为我自己加油，因为我喜欢唱歌哈，啊，如果有朋友也喜欢听我唱歌，刚刚一曲超级的。就谢谢哈，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新朋友哈，如果你们不嫌弃，喜欢我频道还没有订阅，也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点个留言，想听什么歌曲，我再尽可能去再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首歌再见，晚安，Sayonara，拜拜，再会啦。